我们看第五题，一只表号称有 99% 的准确度，那试球一天误差是多少？一天，那一天呢，我们就把一天算出来多少分钟嘛。然后他说99准确度，所以你的误差呢就是 1%， 你的误差就是 1%， 把1减到99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把全部的一天的时间多少分钟算出来，一天24小时，一小时60分，那算完再乘 1%，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，乘起来计算机按一按得到 14.4、所以是14.4分钟的误差一天。